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防晒喷雾怎么涂均匀。夏天到了，女生包里都少不了一瓶防晒喷雾，方便随时使用。防晒喷雾无惧阳光，防止晒红、晒伤、脱皮，防紫外线、防晒黑等问题。那么防晒喷雾怎么涂均匀呢？开盖前先摇一摇，然后在距离面部20厘米左右，沿着发际线到下巴均匀地喷在脸部，切记要闭好眼睛和嘴巴哦。以上呢就是将防晒霜涂抹均匀的方法。